里里长排队领取选票。中和区公所六楼礼堂举行第二届里长联谊会会长选举，中和93个里中有69位里长出席参与投票，最后由鼎南里里长谢生如当选，成为新任会长。今天有幸大家的鼓励哈，让生如来为大家来服务。我想里政本来就是一个服务的工作，那我个人目标就是说，一样在整个里长的定位方面呢，会跟市府跟中央呢极力争取里长的我们的权益问题。但我们里政，因为里长也比较很辛苦，对我们平常里政的工作，我想里长福利方面我也竭尽所能呢来帮忙来争取。那也希望能整合我们综合的里长一起来。为我们综合的市政呢一起来推动，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另外4个分区的副会长目前确定有圆山地区圆山里里长蓝国忠和南市地区景文里里长林东明担任副手。很荣幸当副会长，未来南市区希望有关单位议员区长和市长都关心我们南市区建设，和我们会长大家配合，尽量来配合给我们圆山区一些那个老人啊什么，看有没有办法来申请这个弱势团体来举办这个事情。我希望我们圆山区的里民也好，里长也好，大家都互相合作。新人新气象，对中和里长联谊会而言是崭新的开始。区长柯进忠也到场表达祝贺，难得各里有机会聚在一起，彼此互相交流意见，同时反映问题，希望公所予以协助，借由沟通讨论，让中和变得更美好。收听新闻，中和报道。